我们今天吃这些糖果和这个小手枪。先拆小手枪。这里面是一个棒棒糖，把棒棒糖吃掉。爱心串串。小鸟，我们今天来吃小苹果，打开一个橙色的，彩色的小糖果。
百大几啊？三百大几了，忒贵了。你以为这个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？这个桑叶好看是不是？谢谢。想看我吃肥肉，我马上就吃紧吧。辣平糖还行，但是我不爱吃，我嫌咬嚼的咬肌不舒服，老是嚼还不能咽。来个这个贵的果冻，贵的果冻。哎呀，就这个味儿，就这个味儿。挑战一口十块。牛，长不了。哎，长不了。恶心，哎，脾气大谁呀？我吗？我脾气还行，姐们，实话，我脾气算是还可以的了，不能说多好，亲爱的，不能说多好，但是我的脾气还可以，还算可以，还算可以的，就是不能说多好多好。嗯，但是呢，就是说还能说得过去，多长点，太酸了。买了就是扔，真膈应。它坏了，它放在那里，它那个盆里有水，外面就是我不是洗水果嘛，都洗一下皮儿。有的，它有的水吧，它会沥下去，沥下去可能两天，一天没，因为我看着水果都很新鲜嘛，在底下有沾到水的，它就坏了，就长就是发霉了。是发霉了。我们这里家里东西多，有的时候说实在话不好弄，有的时候看不着它。哎呀，真好，这个不酸，放的糖多，一点都不酸。暖贴今天没有，但是我这两天会给大家准备卖一下，因为天气降温了嘛。来个蛋糕，我们再宣快哦，到点了是吧？看官吧，真丑！人家明明是很可爱，你为什么要丑呢？姐妹，这个丑吗？丑啊！这不丑吧？我觉得真的好可爱呀，哪里丑？还比你漂亮多了，好不好？你吃的好也白瞎给孩子。我家孩子不缺吃的，姐姐放心吧。我虽然在这里吃的挺好，孩子也不缺吃的。他跟他奶奶吃，他吃正常的，正常的饭。我们这吃的适合直播吃，孩子有吃的，没事，不用担心，宝贝儿，丑的可爱是不是？嗨，奎哥老说人家丑。孩子跟奶奶吃，爷爷奶奶带着他吃，爷爷奶奶吃的是正常饭，我们吃的是直播的饭，不太适合宝贝有的。姐妹们，要不要我们家的美猴王巧克力？姐妹们，特别好吃、啊。这个美猴王的巧克力老好吃了，它每一个都是会爆浆的，亲爱的，都是有夹心的。它这个巧克力嘎嘎好，现在快过年了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放到办公室，放在家里面呀，放在客厅里面呀，都特别有面儿啊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冻着也好吃。你看，我都没有给大家说，大家都跟我说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是不是丝滑，哥们儿？它是那种入口即化，很丝滑的，而且它不是多甜，但是它也不是多苦，它的后味会有一点点苦，超级正宗的巧克力味儿，宝贝，巧克力，它就主打一个丝滑，入口即化，姐妹们啊。然后前两天我们卖了一波，全是好评，没有一个差评，好像就是，你看姐妹们，就好评率都是超牛的那一种，好吃爆浆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放在客厅里面呀，快到元旦了呀，给孩子放到学校，就是给同事、给同学分享一下呀，咱们自己追个剧、看个电视呀，咱们有结婚的呀、相亲的呀，咱们孩子满月酒呀，都是可以吃的。没烦恼，到时候妈给你带这个去学校，元旦的时候行不行？元旦的时候给你过元旦。它每一个都主打的丝滑，而且它很软、很丝滑、入口即化的那个，好吃不？
就是孩子吃刚刚好，回购好几次了，非常好吃，是不是姐妹们？谢谢大家，每一个都爆浆，对，每一个都爆浆。像你家里比较热的话，你打开它就拉丝儿；家里冷它也不影响口感，但它可能会不爆浆一些，姐妹们啊，但加汁都会在里面。线下去买巧克力的话，宝贝，美猴王是个咱们国产的，对不对，姐妹们？你去国货老品牌了，你去线下买的话，这一块巧克力都得合到七八毛到一块钱左右，是的，有七八毛啊，反正到一块，反正将近左右。对，带可可籽的宝贝啊，孩子像奶奶，对不对？回购好几次。吃了非常好的，谢谢大家。线下买一块钱，今天在宁的直播间让你实现巧克力自由。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孩子不爱吃巧克力，没有一个大人不爱吃巧克力，但是你在线下买性价比不高呀，或者是咱们家你去买的话觉得太贵呀，每次买就买一点呀。今天让你实现巧克力自由，今天我们家这一盘是30个，姐妹们，不齁甜不腻人，哥们儿，入嘴即化，特别丝滑。 这一盘是多少个？30个，这一盘是30个，线下你去买的话，是不是都得30块钱了，姐妹们？今天30块钱您不要啊，姐妹们啊！今天在您的直播间来直接改价，30不要，29也不要，来直接破价19.9来改价上车。加上库存量。今天买了很好吃，谢谢大家，到手老铁19.9给大家发的是30个，今天下单成功还没完，能拍的宝贝来再送10个，来40个，来再给10个，50个，来不够。来60个，来60个，来不够，70个，来再给10个，80个，咱们家巧克力美猴王巧克力是不是去年最多给80个，姐妹们？是的，是不是最多只给80个，19.9？今天在您的直播间19.9，80个，今天还没完，过年了，家家户户都要囤一些，姐妹们啊，实实在在的，真的超级实惠，今天下来再送10个，来90个，90个今天不够，来今天全部破价，再给10个，来100个，到手100个，咱家的美猴王巧克力来改价上车，咱就说咱这个价格还有谁，姐妹们？19.9给您发的是100个美猴王巧克力，我的妈呀！咱就说这个价格还有谁，姐妹们啊？发哪家快递？随机发，随机发。然后每一个都是入口即化，特别的丝滑，牛死了，姐妹们，好吃啊！我们这个卖了好多了，你看，姐妹，每一个里面都有带夹心的，很好吃，很贵，而且它不是多钱。你记住了，宝贝儿，一定要囤一些货放家里面。巧克力很贵，对，爆浆的巧克力更贵。我真不吹牛逼，俺们家美猴王不次于那种一线大品牌，虽然俺们家是国货老品牌，但是不次于那种一线大品牌。入嘴即化，特别丝滑，不齁甜，而且每一个都爆浆，每一个都爆浆。你看一下，哥们儿，收到货之后，每一个都是这样的。你们可以看评论，他评论老好了，每一个都爆浆，看到没有，哥们儿？爆浆巧克力。我们家的评论超级好，这是有评论的，大家不放心我说的，大家可以去看评论，这个超级 nice。我们从去年赶紧涨上那个制冷器，黑了。去黑，我拍了一单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拍了拍了拍了，谢谢，拍了一拍，你为啥不放它呀？一黑一黑一晚上可难受了。有人保存，它这个就是常温保存就可以啊，常温保存就行。来，300单没有了，回到家呀，孩子喜欢呀，自己喜欢，结婚的、相亲的、满月酒的，还有就是咱们乔迁的，乔迁自喜，对不对？还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放在客厅里面招待朋友、招待客人，甜甜蜜蜜又一年。平时喜欢吃巧克力的。但是姐妹，你别管买啥牌子的，你杂牌也好，你大牌也好，你就是散称的也好，姐妹，你最多你散称的，你19.9最多能称20个，20来个，10几个，在我的直播间给你发100个，你可以随便去看。你买那种包装的更贵，里面有10来个就卖你20-30块钱。你买散称的，你可能19块钱能称个20个、30个，但我家给你100个，实在不，姐妹们，19.9呀，来400单没有了。你看每一个里面都有夹心，而且它很丝滑，它很软乎，你知道吗？它不是那种嚼不动的，也不是那种齁甜的，也不是那种齁苦的，就是微微带点甜，后味带点苦，可香可好吃，而且是品牌的美猴王的，你放在家里面有面子，而且每一个还都是独立包装，对不对，亲爱的？是的。出去玩呀，孩子给同学分享一下呀，元旦了呀，是不是带到学校里面去，咱们给同事同学还有朋友邻居分享一下，过年了当个喜糖，是不是都是可以的？还那句话，哥们儿，巧克力品质好不好，外品质好的巧克力外包装一定不会差，哥们儿，你看看美家的外包装，哥们儿，它是国货老品牌了，美猴王，我小时候就吃过它的糖果，你看每一个封边封的都特别好，而且最关键是它每一个都爆浆，你记住了，哥们儿，巧克力是不是非常贵？对，这一盘是30个，你在线下买多少钱？是不是得30块钱，哥们儿？对，每一个都是爆浆，你看每一个必爆浆，收到货之后打开之后每一个都爆浆，看到没有，都有夹心，而且不齁甜，入嘴特别丝滑，不甜腻。俺们前年卖宝贝卖19.960个，前年老贵了，
去年还是搞活动，最多给大家发过80个，今年姐妹们俺们家就一步到位了，直接把年货节的服务就是给大家搞出来，19块就100个。咱们这个价格还有谁姐妹们，线下这一盘你买应该是，这一盘是30个，你在线下买最少30块钱，对不对？俺们家今天19块就给你30个，行不行？来，今天买30再送您70，到手100个，到手100个巧克力，哥们拍了拍了拍了，谢谢啊。拍了拍了吧佳姐，好嘞，来500单没有了，呛到我了，拍了，行，反正你没买回家，姐妹们想咋吃咋吃，放在家里，放到学校，放到办公室，给孩子是不是元旦的时候分享课，还有的时候就咱们结婚啊，结婚了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姐妹，你买糖块，你买别的东西，第一便宜的不好吃，贵的太贵，但是呢姐妹们，你买咱家巧克力特别贵的东西，让你直接当喜糖，然后觉得哦他家好有面子呀，用的都是巧克力。我说姐妹真是这样子的，包括相亲呀，还有就是咱们乔迁之喜呀，满月酒呀，孩子对不对，都是可以用得到的。包括过年相亲的比较多，咱们买回家相亲的时候买点瓜子买点花生，这些巧克力撒在里面多喜庆呀，多要面呀，对不对姐妹们？下了3单，谢谢您亲爱的，拍了拍了再也行。您想想您说的对不对亲爱的，相亲的时候都要买喜糖嘛，你买那种不好吃的糖块也没面子也不啥的，还不少花钱，其实也就不好的糖块也不少花钱，但是你买咱们家巧克力掺在里面加上瓜子花生，我天哪，就上档次了。看到没有哥们，看到了，每一个必爆浆，是的，而且不齁甜，就是俺们家那个有也有评论你可以去看一看，是的，真的非常好，我可以这样说哥们，俺们家是美猴王的国货老品牌了，多少年的多少年的牌子了哥们，你小时候你嘴头吃过他家糖果，他是美猴王，然后呢每一个都是爆浆夹心，你在线下买这一个爆浆的巧克力最少合到1块钱一个，俺们家今天买30再赠您70，到手100个巧克力，真的老给力了。那个姐妹刚刚奎哥在说话我没有看，我没给你回关麦，恭喜你姐妹们，恭喜我姐妹要结婚了，然后结婚的时候也可以买点这个糖，你知道吗？放了都可以啊。我们家人都爱吃巧克力，下单的，谢谢，恭喜我家姐妹啊，新婚快乐，哥们儿。哎，大家知道吗？一年大家吃巧克力的时候其实是很少的时候，一般情况下夏天不愿意吃，为啥？夏天一个是巧克力容易化，第二个是夏天天气比较。